大家好，我叫三宅东人。我叫吉田健吾。我们都是京西中部文化中心的学生。大家啊，请大家大家多关照。有个人家里很穷，总爱在别人面前炫耀。说自己有多么富有。有一天，他跟几个朋友一起聊天，又对朋友们吹起牛来：“我家现在要什么有什么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什么都不缺。如果说我家……”还缺点什么？只缺天上的太阳和月亮。这样说着，只见他的儿子急急忙忙跑来，大声对他说：“爸，我妈让我告诉你，咱家没米了。”愿你晚上吃什么？他马上对朋友们说：“对了，除了太阳和月亮，我就还缺一点米。”是吗？